我现在欢欣启正。然后线打一个结，在这个圆环里面勾六个短针。拉紧线头，在第一个 V 字形这里入针，这里是第二行的第一针，勾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，刚才第一针的位置重新进去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，这样就是一个短针的加针。在第二行第一针的位置上扣上胶扣，一共是勾六个短针的加针。这里是第二行引拔针的位置，这里是锁针的位置，这个它不算针目。第三行从第一针的位置进去。引拔针，锁一针，第一针位置进去，勾一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，一个短针的加针，这样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是一组，一共勾六组，18针。第四行，第一针的位置，勾一个短针，第二针，短针的加针，第三针，勾一个短针。这样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短针是一组，一共勾六组，24针。第五行，每一行开始的时候都引拔和锁一针。第五行到第八行是勾不加不减的4行短针。第九行，先勾8个短针。后面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的加针，这样是一组，然后一共勾4组。后面继续8个短针，第十行是不加不减的28个短针。第11行到第13行是依次递减的规律。第11行先勾两个短针，第一个短针上扣上胶扣，第三针和第四针调它外面这半根线，合并勾一个减针。这样两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11组，一共勾7组，21针。
第十二行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这样是一组，一共勾七组，十四针。十二行结束后加入填充棉。十三行是勾七个短针的减针。第一针、第二针挑外面这半根线，勾一个减针。第十四行勾七个短针，最后一个短针不要勾完，留两个线环，拿出绿色的线勾身体。第一针进去引拔锁一针，第十五行是勾七个短针的加针，从几针以后把线头断掉，十六行到第十八行，每行勾十四个短针，一共勾三行。第十九行第一针勾一个短针，第二针和第三针合并勾一个减针，这样一个短针一个减针是一组，一共勾四组。最后勾两个短针，第二十行，第一针进去勾一个引拔针，立三个变刺针，然后线挑刚才第一针外面这半根线。勾一个长针，第二针挑外面这半根线，勾一个长针的加针，挤在外面这半根线勾两个长针，这一行都是在外面这半根线勾，一个长针一个长针的加针是一组，一共勾五组，十五针。第二十一行，这三个辫子针不算针目，第一个长针的上方为第一针，勾一个引拔针，三个辫子针。二十一到第二十三行同样的扎针规律，每行加一个长针，一共勾五组。
这一行是正常勾长针，不需要勾外半针。23行最后一个长针的加针，我要勾完，有2个线环，拿出其他颜色的线放在后面来勾裙摆。24行，从第一针的位置进去，勾一个引拔针，3个辫子针，挑第一针外面这半根线，勾3个长针，这一行都是勾外半针。每一针里面勾3个长针，25行正常勾，每个针目勾3个长针。最后一行，勾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，第一针，勾一个短针。第3个辫子针，第二针，短针，3个辫子针，第三针，短针，3个辫子针，这样重复勾完一圈。勾完后引拔，把线头断掉。进行藏线，挑23行绿色这半根线，勾画地叶子，带过来，2个锁针，带线，第一针进去，先勾一个长针。再绕2圈，下一针，勾一个长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3个辫子针的下方这里，这2根线穿过去，引拔过来，这样就是一个狗牙针。再绕线绕2圈，下一针进去。勾一个长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，这样一个叶子就好了。下一针的位置，引拔一针。继续重复的动作，2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长针，这样勾完这一圈，一共是6组。挑19行里面这半圈内半针的线。继续勾3个辫子针，第一针的位置进去，勾一个长针，第二针，勾一个长针的加针。
建了一个城镇，一个城镇的家镇为一组，一共够五组，15镇。第二行，第一针的位置进去，各一个引拔针，两个辫子针。第一针进去，不要勾完，有三个线圈。第二针，同样。现在上面一共是五个线环，要线一次性带过，这样就是一个中长针的减针，一共勾七组。最后一个针目勾一个中长针，在第一针的位置上引拔一针，把线头断掉。头发首先是环形起针，勾六个短针。第二行，从第一针的位置进去，勾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。第二行是勾它外面这半根线，调它的外半针，勾六个短针的加针。第三行调第一针，勾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，调第一针的外面这半根线，勾一个短针。第二针调外半针，勾一个短针的加针，一直都是勾外半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，加针为一组，一共勾六组，18针。头发第三行，第一针的位置进去，引拔针，立12个辫子针。到二开始勾2个引拔针。继续勾九个短针，第一组勾完后，引拔到第二个针目，继续12个辫子针。头发帘呢是5个辫子针。到二开始勾4个引拔针，引拔到下面一针，这样一共是勾5个。这5个头发帘勾完以后，继续和这边一样对称勾长的。上面这两圈内半针勾头顶头发，6个辫子针。下一个针目，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6个辫子针，
下一阵，拧巴阵，这样重复两圈。蝴蝶结环形起针，勾四个辫子针，两个长长针，再勾四个辫子针，拧巴，这样是一组，一共勾两组，四个辫子针，后面继续六个辫子针。倒数第二针，绕线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再勾四个短针，拧巴一针，继续六个辫子针，倒二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四个短针。拉紧线头，把线断掉，拧巴到中间来，然后绕线。把这个蝴蝶结缝合到后面，这里胳膊起九个辫子针，倒二勾八个拧巴针。六毫米的珍珠，给它缝一圈，缝合到一起就可以。将花杆穿入里面，然后这个开口处进行缝合。